他到底想干嘛？啊！他会模仿我们。要电他，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猫头鹰？我们在下面拉它也会模仿的，会。加个小声音，让你模仿我们吧。就是少这一块，那我们就拼半天拼不出结果来。这样这玩意现在应该是通电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拉这个猫。哎，没有被电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被电？我们还缺了什么事没做吗？先把这个拿起来，对了，先把它绑上去，这样子才可以电猫嘛。哎，好像虐猫啊，电猫，感觉好像虐待小动物，但这是机器猫呀。打，好吧，现在我们要把猫放下来之前，我们要先把这个再拿起来，不然我们还是会被电。走吧，好嘞，现在我们可以去把那只青蛙什么的赶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，他们那三个乐手就可以弹奏音乐。然后我们就可以，那个邻居应该会丢个什么东西下来，我们看他丢什么下来给我们，他应该会丢个什么东西下来。丢收音机吧，我猜。去吧，猫咪。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。哦，是一只老鼠吗？不是青蛙。把那个放进去赶那只东西，这让我觉得像什么呢？怎么有一种感觉？很难描述。包租婆生气了，砸了一个录音机下来。那因为它的喇叭坏了，我们应该把这个装上。好啦，那现在这玩意能干嘛呢？现在这玩意要干嘛呢？
跟这有关吗？而且那个向日葵花，我们皮还没弄懂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向日葵花，我们先看看，我们先弄现在弄出来的这台收音机能用在哪里好。应该不会是广播台。用在哪里呢？这个场景也就这些人，这个是向日葵的，这个要种在哪里呀？我在想，我们应该有个地方可以种它吧？要有花盆吧？也不是用在这里的。不是用在这里。那就奇怪了。对啊，我组成了这个东西，我要放在哪里用呢？放在。这里用，向日葵的花要怎么种出来呢？哎呀，迷藏好多啊！这边好像也没办法用。有一个小小的插头，看看是不是插在上面那个这个地方。可是这个现在在这么远的地方，我插不到啊。鸟还在学我，你用这个呢？
像不太可行。这个又不能动，又没办法按。那翅膀叶到底是用在哪里的呢？而且我要怎么进去这里呢？这只机器人它又是干嘛的呢？感觉解了一个谜。哎，等一下，可以看提示。这边我已经看过了呀。我们现在纠结的点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喇叭要用在哪里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向日葵要怎么种。还是我们把这家伙放出来？他就不上去了。要用钱买电池，是我没有钱啊。啊，搞半天这里有个坑。考片这里有个坑，要是我没有发现这坑，我不是永远不用过关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这个吧？哦，这有点小啊！我说，时钟可以控制这个上下。还是说是然后控制这个水龙头出水，是这样吗？也是这个玩意儿，那这个玩意儿一看就是要用来控制、用来搬这个的吧？等等，要三根。这个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水从这边过来，这个钩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姑且先放着。我们可能还缺一个钩子，只是那个钩子前面竟然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他们，但我能干嘛呢？现在也不能干嘛，先往这边看看。啊，勾出来，
好，现在我们应该可以上来转这个水龙头。我来看看是不是要把这个转停。对啊，这个锁住的啊，它到底是要锁什么呢？我有点不明白。它是要让这个水龙头能够流出水来吧？它是要让这个水龙头可以流出水来。但是我不是很清楚，它这个到底是要我。水是降出去，像这样子，我截断一根。这个我真的是不是很明白，他到底想要我干嘛？他这个到底是想要我干嘛？这个转不动。想要我干嘛呢？刚刚我们看的这本书，刚刚我们这个。好像没有什么好用。哦，我再看看啊，这一根管子是通往上面的，所以我的目的是不让这根管子运作吗？这一根管子，如果我要不让它运作，好像有点难吧。好像不太可能啊，不太可能。水从这边过来，这样我截断一根。我截断一根水管有什么用吗？
我可能是要截断这根水管，我在想。我可能是要截断这根水管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好，现在了解了，我要截断这根水管。他说有三根螺丝可以截断这根水管。但是我感觉这个，我感觉要截断这根水管难度好像。水是从不对啊，我要截断是这一根，但水会从这边流过来。我截这里，水还是会从这里。从这边过不去的话，水从这里过去。水从这里过去。这样还是不行吗？欸，奇怪了，这样子没有结束，它水从哪里来？啊，它可以这样子？它可以这样子吗？但我感觉我这边也要锁住。可是锁了这个，锁了这个的话，水可以从这边上来，这边。锁着，没有锁到吗？我这样没有锁到吗？我这样没有锁到吗？嗯？没有锁到，这样没有锁到，为什么没有锁到？再看一次哦，如果水从这边过来，这一条上来可以走这，下来这是一个，这是走这里，但这里是，这里是挡住的，这里是无所谓的，下面这一条会走这里。上面可以出去，下面这边是啊，这边有一条通的，这样，哇，那这条又通了。他确定。好吧，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，好吧，随便，随便吧，随便吧，上去看看。
现在我们把它给锁住了，这样的话上面这个蓄水池应该就停水。但停水有什么用呢？我重点是我要。停水什么用呢？为什么要让它停水呢？不懂啊，为什么要让它停水？所以我还是要打开这个东西咯。我看看能不能打开。我觉得看来是不行的，我觉得可能要得给它上个油，可是没有油。没有用，那我到底让它停水有什么用嘛？我要到里面去。可是那个蓄水池它，我要想办法开水龙头，我觉得我要让那个水可以流掉，所以我要开水龙头。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它那个水龙头锁得太紧了，所以我可能打不开。锁得太紧了，我可能打不开。好像也还是没有办法去装油，这边有工具可以帮忙吗？问他，伙计，可以借我一下你的牙吗？对对对，伙计可以吗？哦，他说他要听音乐。他之前听音乐，结果被那个讨厌的家伙抢走了他的音乐，抢走了他的这个叫什么放声机？怎样放声机？好好好，了解了解了解。那刚好啊，我手上有一台，原来这台是要用在这里的。好啦，高兴啦，伙计，可以借一下你的牙了吗？好的，现在我们借着这个很可爱的这个像恐龙一样的这个钳子。好了，去玩耍吧。哦，哈哈。楼下倒霉啦，楼上漏水了，楼下就倒霉啦。左边呢？这不是我们的错哟，不干我们的事哦。我要上楼了。那我们刚刚是说我们要下去看看嘛，走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干嘛？啊！好。啊？这又是要干嘛？这是要干嘛？我不是很明白，我不
不是很明白这个要干嘛、欸。对啊，他这个要干嘛？我看不懂啊，我不明白他的企图。要把这个对调吗？他的意思是要把。要把这些，应该不是吧？我不是很明白他现在是想我干嘛。就是我们的朋友吗？就是我们的小女朋友，她被关在这边，还被迫煮菜。哦，我们终于见到了我们的朋友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该怎么救她出来呢？现在我们该变成要控制这个家伙了。我们，玉米可以沾点油吗？爆米花。等一下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就出现一个这个钩子？那这个钩子能干嘛？可以给我们装点油吗？还是我们把这个给他？哦，现在我们有这个能干嘛呢？太矮了，爬上来。好。那我们打开这个以后要干嘛？再勾一个啊。然后呢？这个玩意要干嘛？加热一下。也不能给小伙伴。能干嘛？不能加热一下？
真的呀。放回来。啊，就滚了！啊，它变成了什么很奇怪的东西？有点恶心，你在吃什么？感觉有点超出我的能接受的范围。略有点怪怪的。再给他加油，那油会从那跑去吗？然后我们就电梯上楼了。啊！救回来，吓我一跳。哎，他是在问这个一转会变成什么颜色吗？等一下，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这两个圈有什么不一样？等一下，大大，你听我说，我是要弄到玩到他高兴为止，是不是？这个又是什么意思？哇，我看这个东西，这让我想到了，这让我想到小时候那种智力测验什么的那种。那种东西，知道？啊，真让人不快。这个图跟这个图，糟糕了。怎么办？我觉得都后面两个都好像哦，怎么办？后面两个我看起来觉得很像。不会骗我吧？他这是想干嘛？我刚刚没有玩到他高兴吗？
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。我觉得我可能是漏了什么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漏了什么东西。这个我试过了。我要想办法把它弄出来。它还是出不去。那我到这边来是要干嘛呢？不是很懂啊，我刚刚也已经点过这个家伙了，那我们也已经解答了，应该也是过关了呀。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反应，为什么呢？而且我没有办法再进去了、欸。我没有办法再进去了。他还有在楼下吗？也没有了呀，也没有在楼下。然后他这边就只有一条绳子。这个绳子看起来没有用了，看起来没有用。我们趣味问答也完了。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植物，我们需要的这个植物油我没有搞定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卡在这里？啊，这边我也给过啦，这边我也给过啦。跟他回答完问题啦。哦，所以我现在不是要，我是要激怒他，我不是要让他高兴。有这样的要求？惹你高兴很难，惹你生气还不简单吗？啊，这个我竟然答对了，建国。他这是想要干嘛？生气啦！好，真是
搞了半天是要惹他生气，我哪想到呢？这是一个花房，所以如果我们要种花，我们就得种在这儿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催生这朵花。是干嘛？没反应。我说你在乱吃什么东西？这个又是想干嘛？等下，这件事我不知道他这个要干嘛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把整个要把整个区块填满红色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好了，然后呢？你要去哪？请好好的照我的植物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跟这个有关吗？好像没有关啊。我可以上去吧。对啊，这样要求要惹我生气。他不给我看。这个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我干嘛。这边有两个抽屉。换灯片。这应该是换灯片。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播放一下幻灯片。逗我吗？没有反应。这个难道我不是已经开了吗？这不算开吗？还是说我两边各要有选一个？那这样就不对了。是我两边各要答对一次。位置是我自己选的吗？
一定有办法的。感觉越是简单的，越不容易搞定。好了，这样子通电了吗？还是没通电吗？那它的电源到底是在哪里？这样还是没通电，所以电源还是在这里哦。那我还是要搞懂它这个想要干嘛呢？这可能是发电机吧，我猜。是我这个完全，这就完全不给线索啦！这个，这个完全没有线索了吧？7、8、9颗，跟这有没有任何的联系呢？左边这边有2颗红色，右边这边有6颗红色。会是这样的关系吗？我觉得没这么简单。这个拉环一定在某个地方有线索，只是我现在不知道线索在哪里。这个蝴蝶身上，蝴蝶你不要飞，你不要飞，在这个蝴蝶身上，1、2、3、4、5，其中有一边是2排5个，另外一边呢？大大你飞那块，蝴蝶一般是对称的吧，对不对？大部分的蝴蝶是对称的吧。我是不是要吸引它？我是不是要让它被食虫植物吃掉？我应该想办法抓住它。这个抓不住它。蝴蝶会停的位置是这，
个蝴蝶会停位置这里，那我要抓住这个蝴蝶，然后我抓不住，这边一定有办法可以让我抓住那家伙，这是怎么抓的问题。其实如果我们用灯照这个食虫植物，它应该会，照理说应该是要开灯，所以我还是觉得是这个灯它要让我开，我才有办法做接下来的事情。我还是觉得是这个灯的问题。哦，是我六个我都要找出过关的方法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不是挑一个过，是我六个都要找出过关的方法，它灯才会开。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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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样子。拒绝了。对呀、啊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嘿嘿嘿嘿嘿，这小蝴蝶你飞呀你，等一下把你干掉。你慢慢飞，我先来研究一下这边。这应该要是结束。是奇数啊，因为这边已经出不去啊。这边过来呢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就死掉了，这样死掉了啊！算了，我明天再继续好了。我觉得感觉有点累，先进去好了。
你休息好。推走不会死掉吧？哎，这盆也可以，也可以照一下，照一下好，看一下它们开花的效果。好神奇啊！今天我决定，我今天脑子就用到这里。我的脑子要休息，倒是这个榨油，哎，不行，我就想没那么简单。榨油，先看看这盆开什么吧。对我抓那只蝴蝶好像都没有帮助啊。那还是可能还是要等投影机出来。好吧，明天再继续吧，明天再继续吧，今天先到这边吧。什么档？好吧，明天继续，下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